哥吉拉、超人力霸王、新世纪福音战士的初号机和假面骑士，不管哪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大人物。不过你有想过如果把他们全部集合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吗？这里说的集合不是什么战队，而是真的让四位英雄集合在一起，变成全新的合体机器人。万代预计明年一月推出的模型玩具新宇宙机器人，把体型巨大的哥吉拉当作躯干，超人力霸王和初号机化为四肢，破坏光线和 ET 立场则是变成剑盾，体型最小的假面骑士骑着摩托车，以头部指挥艇的方式指挥整个机器人。集合四大英雄的合体模型虽然感觉很疯狂，让人好奇万代到底磕了什么。哇！不过看完他们以特摄片的风格认真拍摄出来的宣传影片，还是莫名的觉得很帅，只能说钱不是万能的，是万代的。